E， 然后 B 等于 ACBFI， 然后 C 等于 BCFGH， 可以求 A 减 B 减 C， 哎 ，A 减 B 括号，括号 A 减 B， 括号 A 减 B 减 C， 所以这个有括号就要先去先处理嘛。所以 A 减 B 如果我们今天考试的时候有做答题，然后做答题的时候你就要可以跳过一些步骤，这样，比如说 A 减 B， 你可以用看的看得出来。A 减掉 B 的地方，所以它重叠的地方要被减掉 ，A、C、D 被减掉。所以呢 ，A 减 B 的话，那它只剩下 B 跟 E， 减掉 C 是 B、C、F、G、H，OK、okay？ 然后加去，这个 A 减 B 再减掉 C 的话 ，B、E 会减掉 B、C、F、G、H 的话，然后就是重叠的地方是 B 哦 ，OK？B 会被减掉 ，B 会被减掉，所以它剩下 E。然后这一题也是一样 ，A 减 B 减 C， 所以 B 减 C 要先做，所以 B 减 C 要先做，那 A 要抄先 ，A B C C， 然后 B， 然后 E， OK， 然后减掉 B 减 C， 所以 B 减 C 可以直接用看的，它重叠的是 C 跟 F，C 跟 F， 所以剩下了 A B。哎，它剩下 ADI， 然后再扣，就是 A 减掉这个后面这个 ADI 的话，就会得到A 会被扣掉 ，B 会被扣掉，所以剩下 B、C、E。OK， 所以你就会发现，哎，今天括号前面跟括号后面通常是 A 减 B 减 C 啊，然后但是括号前面和括号后面，你看它的结果出来是会不一样的，一个是 E， 一个是 B、C、E， 所以得到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差值没有结合率，差值没有结合率。所以差值跟减法一样，都没有结合率，没有交换率，跟我们数字减法一样。哎，最后一个重点，差值没有结合率，第七个。